有就是我最近其实我应该要准备比赛了，然后又又来见刘雨欣了。吃瓜记者前线发来报道，西姨姐姐微博喊话刘雨欣，我很喜欢你。随后刘雨欣回应，姐姐我来啦。维嘉吴昕合力拉群助力，郑希怡刘雨欣终于成功成为网友。公司同事真的不想我来，难道今天郑希怡是不顾公司反对来见自己的小 idol 的吗？但我就是要来。该你了，我们滴水不漏的雨欣。因为我们团有拍 MV， 然后做了一个一直想做的脏辫造型。因为我昨天就想了很久要不要做这种比较 hip hop 的造型，但是我觉得就想做什么做什么，我就做了。这造型公开了吗？好想看。感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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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